你好，快五点钟，2020年12月7号，星期一，第二周周休二日过了啊，各位要开始埋头苦干，要开始赚钱，你不赚钱，你在那边等死啊！好，我们唯有投资是最正确的路。我们现在不公开了，你不要傻了，天下没有白做的工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到一出门，你眼睛睁开，通通要付钱的，不要傻傻呆呆的。我卖的是智慧财产权，每天算牌8小时以上，眼睛都看花了，得到就是一个小小六倍，小小利润。新会员不过是600，老会员就1000。新会员我给你2次到3次的机会，就是600块钱啊，中三星3000啊，跟老会员都3000。新会员签0.1就好了，老会员大家都是乘1乘2，大家都很了解。我们输了4次，凹1次，礼拜五。我从来很少，只有13年来只有两三天是超过6期7期的。你可以到网络查嘛，我们每隔4期，我们第5期就开始公开，这骗不了谁的，对不对？这人骗谁呢？有什么好骗的呢？我是做后线的，我骗你我有饭吃吗？啊，赶快参加会员，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啊，欢迎来电啊！现在也不收你这个车马这个押金了啊！你最近快过年了啊，你高兴来就来，不高兴来就离开。你认为你忍着不来不配合个5次6次，想等着领钱，你1次2次你也可以碰到运气试试看呐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排期中奖几率是80%，祝你好运。